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一直瞒着你，车房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大姐，想开点儿，顶多哪摔倒了再从哪儿爬起来，日子还长着呢。是啊，是应该想得开，自己甘心情愿的把全部家产白白送给了人家，怎么会想不开呢？哎，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眼镜儿呢？脑门上呢？哦，脑门上，脑门上。您这包该进博物馆了吧？这包比你岁数还大呢。这是文革前我用奖金买的，哎，当时花了8块钱呢。这包真好，实用着呢，现在买不着了。让您这么一说啊，成了珍贵文物。是吧，老爷子？去哪？东关房，你认识路吗？嗨，我呀，闭着眼都能找到。我是那长大的。哟，碰上老街坊了。哎，丫头，要不看你这么面熟的，你是哪院的？哎，您甭给我套词，我亲爹坐我车也得给钱。嘿嘿，好，六亲不认。哎，闺女。好，咱走着。老爷子，今儿喝高了吧？不高不高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一对儿能喝2瓶的子呢。老爷子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对对对，不能提当年勇喽。
怕人家骂你们。摔，接着摔啊！哎，就像摔这些东西一样，摔摔摔摔，摔啊！你们俩给我听着啊！如果再吵得四邻不得安生，我就过来跟你们一块摔。听见了吗？喂，小姐，我想坐你的车，好吧？先生，您去哪？我去机场去接客人。请上车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很愿意为您服务。啊，谢谢。听口音，先生是广东人吧？是的。一看就知道。是做大生意的，做什么大生意呀、啊？只不过是给世界上几个著名的收藏家呀、啊，找一找古玩。哎呦喂，还不够大呀？做古董可是一本万利呀、啊！如果做好的话是这样，我记下电话。喂，我是吧？来，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正走在路上。好的，在哪里？在大厅外等我，我们马上就要到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客人已经到了。小姐，您开快一点。您放心，没问题。谢谢。嗯。所以咱老哥几个还真得注意点。王大爷。哎呦，二狗，哎，你们老哥儿先坐着啊，我有事儿，走走走，哎，那儿坐，你慢，你慢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您先坐，您先坐，坐坐。丫头，来杯花茶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二狗啊，啊，都快把我急上火了。哟，你可得给我好好想个办法呀。谢谢谢谢。王大爷，您千万千万可别上火呀！您要是急坏了身子，那就咱们国家多大损失啊！您放心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不过咱们有个条件啊，以后当着人多的面，别老叫我那小名二狗二狗，这有损咱警察光辉形象是吧？小子，打小就这么叫，叫惯了，还真忘了你现在是刑警了啊！哎，昨晚上啊，多贪了几杯，把我的名章给丢了。不是关大爷，您这千呼万唤的把我叫来，就为这么点事儿啊？就这点事儿啊？哎，你说的轻松。二狗，你知道这章是谁刻的？您不说我怎么知道？就住前门那个钱老爷子知道不？哎，就连毛主席的藏书章都是他刻的。二狗，我这枚章就是钱老爷的手。
我签名的鉴定书全用的是这枚章。我说二狗啊，嗯，你也别犯难，我估摸着好茶东西是掉在出租车上，那是一辆灰色的桑塔纳，司机是个漂亮的姑娘，哎，她还住过咱们东关房呢。是不是这样个体出租车呀？对，他那个这车门上是喷着字儿呢。关大爷，我知道这人是谁了，不过这事儿我要是出面的话准砸。那为什么？那司机啊八成是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刘飞。是吗？你是说胖丫？嘿，你小子不说我还真忘了，怪不得呢，昨天我坐车上我就觉得怎么着看怎么面熟，我想问问他吧，嘿，还没等我说话呢，他一句话给我噎回来了。得了，你呀，给我把他电话号码给我写上。我是郭佩啊，对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啊？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哪里？我看不到啊。什么？你已经回去了？哎呀，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了。对啊。好的。哎呀，怎么了先生？和北京人做生意啊真是没有办法。怎么了？他总是这样担心，这个货主他不肯见我。小姐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先生。我想包你的车子。行，不过那得看你给什么价。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哎呀，我还有没有问你，小姐贵姓啊？张王李赵遍地刘，姓刘。不贵，单名一个飞字，飞薄的飞，主命贱啊。哎呀，刘小姐说话很有意思。我姓欧，我叫欧佩。我在北京做铁笔生意，我跟你先说，发现你这个人啊很实在，我月租给你10000块，好不好？空口无凭，得立字据。哎呀，小姐你放心了，我先给你定金，怎么样？这么一点小事情还立什么字据啊？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手里拿起笔啊，这头嗡一下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了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那好，那跟我去拿定金。好。哎，哪位啊？闺女啊，你还记得昨晚喝醉酒那老头吗？老爷子，承认了吧？还跟我搬老黄历呢，不服老不行嘛。啊，闺女，你是老槐树院里刘大麻子的闺女胖丫儿。你小时候啊，我可没少抱你哦。老爷子，您干嘛在我面前说我老爸的外号啊？这有什么呀？我跟你爸可是几十年的交情啊。哎，你爸咽气那会儿，还是我给他穿的装过呢。我说胖丫儿啊，哎，你捡到了一个小印章没有啊？哎，是不是通体透明，里面还有像李云灿那样的东西？哎，是什么史料的印章啊？哎呦，姑娘，你可把我救喽！
哎，老爷子，您先告诉我，我的电话号码您怎么知道的？谁给您的？您要告诉我，我就给您把印章送出去。是二狗告诉我的。那好，老爷子，您让二狗来取。哎喂，哎喂，哎，哎呦，瞧我这张臭嘴哟，这下可麻烦大了。刘姐，嘿，我听见门响就知道你回来了。进来，给你熬了点热粥，你赶紧趁热喝。真的？啊，你看，还得我妹啊想着我，快进屋坐。哎，好嘞。我今天买了好多吃，来，来。你先吃着，削苹果，我去换个衣服。谢谢。刘姐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收了？我呀，今天遇到一个大老板要包我的车，那是好事儿啊。是啊，所以我得把车洗洗。哎，怎么，林头不跟你吵架了？啊？哼，别提他了。你们俩真是的，一个在外企，一个在大公司，都是白领，又都是高薪阶层，放你这好日子不好好过，吵什么吵啊？在外人看来啊，我们俩的日子是挺好的，可他在外企只是一个一般的打工仔，一个月才2000来块钱。我呢，在大公司，可我干的是业务员，底薪又低。全靠每个月扫楼拉客户，拿点奖金过日子。扫楼？什么扫楼啊？就是往各大公司、饭店、写字楼跑，拉客户。嗯，有时候啊，累得要死，两条腿都快跑断了。一个月呀，也不见得能拉上一两个客户。嗨，现在谁挣钱容易啊？老人的话了，钱难挣，屎难吃。要想挣钱，就得带点辛苦。要我说，那比下岗工人强多了。他们倒是想辛苦，可是没地儿。那倒也是，可你想想啊，我们每个月就这么点工资吧，除了要孝敬两边已经退休了的父母，还得交银行买房的按揭，另外呢，我们还有扶贫任务。我哥他们下岗了，我们每月还得补贴他们点儿。你说说看，刘姐，我们就这么着还能剩下多少？刘姐，你给评评理看，那林峰一天到晚不是嫌我们现在开的夏利车掉份儿，就是嫌我们住的家太小了，一天到晚不是不满意这个就是不满意那个。我说了，卡迪拉克倒是有份儿啊，大别墅也多的是，你有本事你去挣啊。他老想着什么天上掉馅饼，一下就发了。你说说看，这可能吗？我这么跟他说吧，他还跟我急了。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能不跟他吵架吗？天上掉馅饼，其实就是机会和运气。我倒觉得想想无妨。就说买彩票吧，有的人用2块钱买了一注，居然得了500万的大奖。这是什么？这叫运气，还有的人做生意是把把赔，到了快倒闭了，突然来了一大买主，嘿，不但生意起死回生，而且是越做越大，这叫什么机会？别看你现在扫楼花很辛苦啊，没准哪天啊抓住一大客户，哎，你的机会就来了。林峰开夏利上班是有点憋屈。可是哪天机会运起来了，这开夏利也挡不住他发财。真的，刘姐，借你吉言，但愿机会呀和运气早点来。来，给你。刘姐，晚上去我家吃饭吧，我做了饭了。不了，今天晚上有个约会。刘姐，坦白交代，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胡说什么呀！去你的！
为这印章啊，你都不会想着我。慢点，别给人摔坏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整天多忙啊。最近入室盗窃、诈骗、抢出租车，案子里一个接一个，受害人都是女的。你当心点啊。这话我都听出茧子了。点菜吧。我买单，你点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不会做也不会点。二哥，说真的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。是啊，结婚三天就跑到俄罗斯去了，我过的什么日子知道吗？那我挣钱是为什么？那是自己的亲爹死了都不知道回来，钱挣到这个份上也够悲哀的了。你完没完？我们都离婚一年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得了空你就伤害我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又何必呢？啊，我心里的苦你又能理解多少？我本来想把钱挣足了我就收手不干，我回到家去伺候你，做个贤妻良母，给你烧菜做饭。我是过穷日子过吧，我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哭我心里也跟着难受。别哭了，那周围人都看着咱们呢啊。哎，咱们好好吃顿饭。咱们可是有一年多没在一个桌上吃饭了啊。给你的。哦，以前管你管得太严了。二狗，你娶我够冤的哈，真的，我说心里话。你看我吧，什么都不会做，脾气还不好，你早出晚归的，回到家里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年我已经体会够了，我听说别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幼教。甭提这个。哎，胖眼，还是你点菜吧。啊，我今天要好好点一回，让你撑破肚皮。
刘小姐，那个姓马的，他就住在这里。他手里有一件东西，如果弄到手里的话，可以赚一大笔钱。不过这家伙像泥鳅一样滑得很。哎，那马先生是不是就那天咱们俩去机场接，他自个儿打车回来那个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哦。什么上飞机下飞机，我看他一套鬼话，他是考验我是不是真心的。我想他那一天根本就没有坐飞机。咱们走吧。慢一点，刘小姐，慢一点。这个地方我也不是常来的。住这地方的人手上会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？哎，刘小姐，不要这样讲话的。他家里是旗人，祖上在宫廷里当过差，听说是个御厨。他手里有一件光绪皇帝亲自用过的御瓷，听说是真正的定窑了。定窑瓷器啊？那可值老鼻子钱了。那是啊。这碗啊，你得这么看。这碗壁上出现黄色的双龙，您再看这儿，焰着大红的火柱。定窑货。马老板，多少出货？50万。50万？哎呀，马老板呐、啊，价钱太高了，生意没办法做，把价钱再低一低好啦。这可是真的，真正的定窑货，不买算了。哎，马老板啊，咱都是做生意的嘛，你价钱太高，我就不好做了嘛。把价钱再低一低，好好商量商量嘛。没什么商量的余地。我说一点事情。好，你们去说吧。刘小姐，干嘛？来来来，您别，您有事说事儿啊。刘小姐，你帮帮我的忙好吧？我能帮你什么忙？你是北京人，我是外地人，谈生意我讲话他听不清楚。你帮我砍一砍这个价钱。这个北京人啊，和外地人做生意啊，他心里总是有那个忌心呐、啊。因为啊，骗子都是你们这样的人。哎，不是那个意思啦。没有不花钱的早餐。我的佣金怎么拿？佣金，这样，我给你5%，好不好？5%？啊。10%。那好吧。货你看了吗？我看过啊。那你得给我交个点儿。24万。嗯，走啊。好。欧老板，嗯，这生意没法做，咱们走吧。哎。欧老板，刘老板，砍的是价，还的是钱嘛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怎么能抬腿就走呢？咱们再谈谈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那好吧。马先生，说实话。您这玩意儿啊，不是宋定窑烧花碗，
定窑烧碗是反过来扣着烧的。您看您这碗边儿，它没有芒口。那你说是哪种碗呢？反正是从宫里出来的吗？这有点像雍正时期的粉彩货，但后人仿造的。傅老板，嗯，这碗也就值个10万8万的，您要是要啊，就赶快出钱，不要咱们走人，人家马先生还忙着呢。那好吧，给10万，你拿走。傅老板，嗯，找到买主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。没想到啊，刘小姐还真是有一手绝活啊。嗨，我也是打小耳濡目染，要算看货我真的不行。哎，不过那碗不灵，我想肯定是您找到买主了，跟买主谈妥了才开的这价。我看刘小姐做过生意呀、啊、几年前在俄罗斯跟老毛子玩了几年，老板您得给我交个底儿，这售后款里是不是有我的份儿？刘小姐，请放心了，那生意一成交的时候你在场，当然有你的份了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我还是真有用你的地方啊。二位，请稍候了。好的。欧老板呢？啊，这是。50万，你点一点啊，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尽管往送来呀、啊、没问题呀、啊、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你不要客气嘛，请吧。欧老板啊，这生意做得真爽。那齐老板也是你们广东人吗？哦，他原来是在大陆，后来到香港去发展，是个著名的收藏家了。哦，他很有钱啊，是我的好朋友。现在朋友多了好办事儿。是的，当今宰就宰朋友。刘小姐，这是你的提成。喂。这个月的包车费可就免了，都是合作伙伴了嘛。人家都说南方人抠门，今天啊我算是领教了。嗯，不给就不给吧，算我倒霉。刘小姐还是很大方的吧。好的好的。关大爷，完璧归赵。好好好。二狗，嗯，一会儿啊我请你吃烤鸭。哎，得得得，关大爷，我哪敢让您破费啊，我只求您一件事儿，这今后在人多的地方就把我那小名给免了吧，我都多大了。小子，豆芽长齐了天也还是下饭的菜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叫惯了他要改口还真难。这边祖母绿，哎，钻戒的事儿，喜欢哪一款随便看看。小姐，拿这一款。这一款，对，嗯，挺漂亮的这个。是吧？怎么样？戴戴。啊，真漂亮。嗯，挺好吧？你眼光真好。刘姐，中大奖了。好看吗？好漂亮。没正财，一点偏财。
遇到一个老板啊，玩古玩的，我就抓这个机会啊，靠他赚了一笔。刘姐，以后有什么好事想着妹妹点儿，别忘了我们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呢。没问题，有机会我一定带着你。不过你说你们生活在贫困线上过了吧？是真的，刘姐，你看我戴的这些首饰啊，它全是假的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的日子呀，要不算计着过呀，真的挺紧紧巴巴的。喝酒喝酒。哎呀，好不容易轻松一天，别弄得跟忆苦思甜似的。好吧。哎，你今儿干什么去了？一走一天。陪刘姐逛街买东西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刘姐可发了，今天她一出手啊，就花了20000多买了个大钻戒呀。刘姐她做什么生意发的？她靠这个老板做古玩。我去洗脸。古玩。哎，萍萍，这做古玩可是个赚大钱的买卖。哎。我说你就没摸过他的路子？那我怎么好意思问他呢？反正呀，刘姐说了，有机会带着我一块干呗。他带着你干，那挣了钱我还得扒你层皮啊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？办法，办法。哎，这也是啊。办法。哎，我还倒真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刘小姐，麻烦你帮我接下电话，卫生间的电话已经坏掉了。喂。喂，是欧老板吗？啊，欧老板现在接不了电话，10分钟以后再打过来。我说你发了财怎么不听我搓一段？老躲在农村干什么？小姐，搓一段是小事，前次的交易我不过是投石问路。我看欧老板和您都极有诚意，我手上还有一件真正的宝贝，不如您和欧老板有没有兴趣啊？如果有，来到我家谈一谈，怎么样？哎，我一定转达。那马老板能透露点消息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刘小姐，是一件古铜鬼，挺值钱的。哎，我今天注定要发财了。慢一点了。啊，这里的空气呀，蛮好的。哦，马老板啊，哎呦，欧老板，刘老板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地方好漂亮啊，住起来蛮舒服啊。还算可以吧。啊，来，屋里请。啊，请。来来来。马老板，这个。你多少钱出手啊？咱们是朋友，100万，你拿走。100万？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这青铜鬼，是我家的祖传之物。我要不是急需用钱的话，这东西，我是不会卖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上市面问问，我向你多要了吗？像这玩意儿，仿造的也很多。像苏州造、潍坊造，刘小姐，那你说我这是什么造啊？马老板，干我们这一行是不能找人扒眼的。这样，我先给你定金，
这是30000块。我把照片洗出来给我的买主，他如果一认定，我们再谈价钱，怎么样？好，还是欧老板够朋友。这叫糊涂鬼，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？给我一张吧。这别人的，给我一张吧，这么多一模一样的。啊，行行行，那个给你这张。好，谢谢刘姐，我走了。哎，回家见啊。真有这个东西啊？齐老板，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哎呀，欧老板，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问题了。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少了，所以啊，我是有点不放心啊。哎，齐老板啦，那钱在你手中，那货在我手里，只要买卖公道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齐老板还有什么不可放心的嘛？欧老板，既然齐老板信不过，咱们就走呗。反正货在手里，还怕换不回钱来啊？京城玩古董的人多了，走。哎，刘小姐，刘小姐，不要着急嘛，咱们有事好商量了。哎，这欧老板可是我的好朋友啊。老朋友你还这么信不过？齐老板，按老规矩开个价钱。我出500万呢。啊，齐老板，那就一言为定。欧老板，我可是要先看货的啦。啊，看货付钱，这是规矩嘛。那好啦，我希望3天之内成交啦。3天以后我要回香港的啦。齐老板放心，3天内成交，一言为定啦。啊，没问题呀。点了2遍了，65万，还差35万。哎，就35万，我卡号的钱已经全部用掉了，真着急呀！我给我的会计师打一个电话。喂，欧阳会计师啊，我是欧佩，我是欧佩。我告诉你，立即给我卡号汇40万块，要快一点。什么？你说清楚，要亲自签名。你糟透了，刚刚到手的钱这下全部要烂掉了。我现在又离不开这里，还要自己再签名。
简直是瞎胡闹。欧老板，想想别的办法。刘小姐，你在开玩笑了？这是35万块，这不是小数目。我在北京也没有什么熟人，谁肯借我35万块？不是借，只要您愿意合伙，这钱嘛，啊？合伙？看起来这事情也只能如此了。刘小姐，你在北京认识人多，谁肯出35万块，我跟他37分成。不，40万，按投资比例分红，46开。笑什么？刘小姐好厉害啊！好，46开。急用，你借我7万块钱用怎么样？哦，没关系。哎，那先这样啊。哎，7万，没问题。不过，刘姐，你拿我这个钱是做生意，这点儿我没说错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周转一下。我明白，刘姐，钱我可以借给你，不过这7万块钱算作我在这次生意当中的投资，我得按比例分成。嗯。至于获利嘛，我谢。刘姐，我跟平平也没时间跟你去交易，再者说某些生意去人多了也犯忌讳。这样，我就按投资的30%收利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，你不就要21000块钱的利吗？行。啊，刘姐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口说无凭，咱们得立下字据。刘姐，你必须用你的桑塔纳为我的7万块钱做担保。李峰，我真没看出你来。好吧，行。马老板，那钱你点清楚，东西我拿走。好，那你们慢走，拜拜。就不送你们二位了啊。喂，我是欧海啊，老板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那货已经拿到手了，我马上给你送过去。啊？什么？你在哪里？在北戴河？哎，那好，那我明天给你送过去。可以，好的。哎，他怎么又到北戴河去了？有钱嘛，玩呐！夜长梦多，
这可是商业之大忌呀。嗯，刘小姐，你放心，那货放在你那里比较安全。明天中午，你等我电话。喂，哎，请进211八房。什么？喂，大龙饭店，请进811八房。姓马的在吗？姓马的，对，昨天就搬走了，他房租倒都付了，没到期就走了。像这样的客人越来越少。狗，我被人家骗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什么都没了，真的。没了。没了。就这么简单。这几个案子手法相同。的确，骗术，也太笨拙了点儿。我就闹不明白啊，你就这么着，轻而易举的，心甘情愿的将这几十万，拱手相送了。是来求助的，不是来收你奚落的。我真后悔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刚刚报了案，啊，你们放心。你们的钱我会按时还的。
现在的骗子真是够多的哦，防不胜防。刘姐，还有两个星期咱们就到期了，到时候你还不了我钱，你这辆车可就得换个主。请问你找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你谈谈。如果你不想惊动警方的话，在菲菲咖啡馆等。你们可真够高明的，把那娘们整得晕头转向。也太狠了点吧！把人卖了，还让人家帮你们数钱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的事儿报上一灯了，警方还立了案。我劝你们最好放聪明点，我只要10万。哼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我们得商量一下。好。给你们3天时间，关大爷。近来京城发生的几起重大诈骗案都与这两个人有极大的联系，还有一个人我们正在查他的踪迹。胖丫上了他们的当，送给了他们40万呢。啊！唯利所趋哦。哭什么？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我就怕你这个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说。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了？你走投无路。哎呦，别哭了，行不行？啊？小燕，咱们还跟小的时候一样，谁要是欺负你，我就揍谁。嗯？真的？你看。二狗不堂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这就对了。这么着，咱们啊，先去吃饭去，啊，来。按你的要求，钱带了。大爷，我只有4万块钱家底儿啊！二狗，哎，这点钱还难不倒我，你把这个交给胖丫儿。哎，人呐，为了钱。什么事儿都做得出，关大爷，你还是去开导开导他吧，要不然他真悟不出来。是啊，是该开导开导喽。三位先生，您啤酒到了，哎，放放这儿，可以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又好，好好，谢谢。哎，那家伙那底猫清了吗？这家伙姓林呐。啊。
他这个跟那娘们是近邻，你说他怎么知道咱们的底细呢？哎，谁知道呢？也许人家暗中盯着咱们呢。我看那姓林的，没准是咱们同路人。先别管他，咱们这两天该歇歇了，找个地方咱们散心。哎，好，就这么算了。他占了咱们10万元，那是钱呢。行行行，行行。哎，老侯说的对，先让这小子舒服两天，咱们找地方乐一乐呀。好，来来来，也对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好，干。朋友，去把你买的那宝贝儿拿来我瞧瞧。嗨，去吧。有什么可看的？您瞧吧，一个破香炉。海燕，明儿早上9点，你带着他到中国古文物鉴定所等我。明儿早我开车到您家去接上您，咱爷俩一块儿去。行，就这么着。还你钱的，没超过2个星期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借条给我。哦哦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取给你。刘姐，等会儿。这是91000，点点。哎哎，刘姐，你这。可是因祸得福啊，经过专家鉴定，这只青铜鬼可是真的。哎呦，大爷您别逗我了，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商代珍品呐。真的？你看，这是专家的鉴定书。真的，真的，大爷，好了，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不哭啊，孩子，不哭，老燕儿，不哭。谢谢您，大爷。在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，您帮助我，见外了不是？就凭我和你爸几十年的交情，我能不管吗？还有呢，
现在的媒体啊，我也算服了气了，来的这个快，今儿的晚报都登出来了。价值连城的商代古铜鬼面世。这东西是我的，这东西是我的，你们把它给我找回来，找回来！啥啥啥？愿进帮忙，愿喝忘了住，去把门打开呀！你们以为我就不心疼？那是价值连城啊，那是连城的钱呐。哎，我说二位，这事儿咱不能就完了呀！妈的，栽到一他妈娘们身上了！呸！自己栽到自己手上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要想把东西弄回来，你们两个都听我的。哎，请进。哎呦，关大爷！哎呦，你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哎呦，来，您快坐下。哎，谁让你坐了？啊，二狗沏茶去。沏茶？哦，对，沏杯茶。哎，胖燕儿啊，嗯，我今天来呀，还想瞧瞧你那宝贝儿。不瞒你说呀，我这心里头这老放不下他，哎，瞧瞧啊，踏实。您老先坐着，我去拿。哎。来，关大爷，喝茶。慢着，慢着。哎，这个青铜鬼呀，是商周时期盛粮食的祭器。你们看上面的铭文呢，笔画匀净，花纹秀丽。三代铸铜器，皆选铜之精者，绝无杀刻。良工精妙，不吝功夫，非一朝一夕所为呀。故而铜质优良，式样美观，尺寸合度。历代仿制者虽多，但都不得其精髓，这可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啊。我说关大爷，就您这点理论可够我学半辈子了啊。难怪人家称您为国家级的人物啊。这二狗胸中没装五湖四海，脑子没有十三经二十四史，休想妄论青铜器。哟呵，看不出来啊，你也懂得不少了。我懂个屁呀，是听我爹常说。我说闺女啊，这可是国之至宝啊，你这个小屋看来是装不下的，打算怎么办呢？那还能怎么办？国家级文物不准交易，哎，送故宫博物馆去。你凭什么跟我拿主意啊？一边待着瞧，我哪儿也不送，自己留着玩儿。我说二狗啊，二狗，你怎么就不知讲点策略了你？你走吧，丫头，我们告辞了。老朽有一句忠言相告：
怀璧其罪。你们坐呀，又不是没地儿，站着干嘛？嗯，刘姐，这是您的91,000块，我们不能收。嗯，怎么了？难道是假钞？哼，刘姐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嗯，我的钱可是入在这只铜鬼上，这只铜鬼有我的股份。滚出去！滚！把钱拿走！我说过，我的钱入在这只铜鬼上。混蛋！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林先生，我们今天把你请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愿意出100万美金，把那个青铜鬼买回来。不知林先生有没有这个财运？100万美元，这是真的？林先生，我们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吧？好，一言为定，100万美金。其他东西都在，都在。嗯。哎呀，看来就是这个古铜鬼没了。小偷就是冲他来的，连3岁的孩子都看得出来，你啰嗦这些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给我找不回古铜鬼来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要破不了案，这是警服别穿了，扫大街去。你哭什么呀？冷静点儿，啊！你现在应该给我们多提供点线索，这样对我们的破案是有帮助的。现在从现场分析来看，窃贼是开门进来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对你的情况非常的熟悉。哎，你再回忆回忆看啊，这几天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儿没有？林先生，报纸上登出这消息，我就知道您得什么了。嗯，我说诸位，货现在在我手里，我想看看你们的美金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要美金，我看你要个屁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要美金，我要你的命！你们是谁呀？我要跟林峰说话。那好啊，哦，来。小婷，对，快将孙香的号牌送到祭奠处，否则他们真的会杀了我。小婷，救我！不，听见了吧？他在跟你说话嘛？啊！我们说话算话。我告诉你，你可是不能报警。你要是报了警，你可是做了傻事儿。
吧，老爷子，让你别跟着我。哎呦，这丫头是真能溜哦。哎，瞧瞧瞧，嗨，接了接方子，去吧。我说，那混蛋又欺负你了，刘姐，我跟林峰对不住你，求求你救救他吧。起来吧。喂，哎，请找一下韩亮啊！哎，二狗啊，哎，情况紧急啊！陈小姐，您往前走200米，那里有一个胡同，只要你将东西放在胡同口右手的一个拆迁房的工地前。我们看清箱子里的东西，你的丈夫就会回到你的身旁了，啊！叫我杀了，东西在哪儿？你敢骗我们？这么说，东西在哪儿？啊？人呢？说好了，不见人不给货，这是规矩。早知道你们会来这一套。他东西在那，说。哎，他妈是你呀、啊，那么个小娘们，你可够狠的你！你把东西全放他们外边，你来干什么？东西呢？人在哪？说，那东西在他妈哪儿？哎呀，你先看见人再给你货，不说好了吗？别理，我他妈先看货，我他妈不宰你！老子！喂，马元，马上把人带过来。好，快点。人带来了，叫他去见。哎，走走走，快！看到了吧？那货呢？在哪儿？说！你他妈说说啊！哎呦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说！哎呦！快说！哦啊！在哪儿？他老婆手里。你告诉他，哎，我去弄货。老爷子，轻点儿。少来这套！葛少尉注意，听我的口令，准备行动。
动，别动，松手，别动。你就不能安慰我两句？一切都……哎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昨晚上我走了一夜，我感到很孤独，真的。我知道老爸死了以后，又跟你分手。我以前可能是把钱看得太重了，真的。生活的路还长着呢，知道错改了不就行了？啊！哎，又不像小时候写作业，写错了擦了重新写。可生活是认真的，所以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。其实钱和宝物都没有人重要。二狗，如果你还愿意要我，我想把车卖了，回家去学做饭。我们有个家，我再生个女儿，让她温柔点。不，怕阳，也不是说我这人传统啊。我还是喜欢儿子，让他今后长大了跟我一样当警察。不行，儿子太淘了，还是女儿好。女儿好，这女儿就喜欢耍小性子，成天娇滴滴的，
话还多。你干嘛总不让着我？打小我就亲着你，所以到今天为止你还老欺负我。谁欺负你了？你竟冤枉人！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老招数又使出来了啊！哎，哎，讨厌！哎呦！